那他如何缴交作业？他到查看作业这个一点透视这里，到查看作业这里，然后呢，右上角，右上角。对，新增或建立哦，有一点透视的绘画练习，新增或建立。然后呢，他就看你把档案存到哪里？对，如果你存到云端点，就去云端点找；如果你存到档案，就去档案找。对，好，这一节课已经结束了。那下一节课呢，也是美劳课，你们就是自主学习。那这个佑明呢，他现在就示范说，可以从这个地方。好，去把你的档案找出来，然后或者是对，就是假如真就是你一个你想上传的网页，对，你就可以把上面这个网页复制起来，对，然后点这连接，然后贴上去就好。对，基本上你要去传你的照片，你为什么你不直接用档案？你的作品照片。好，那谢谢佑明哦，佑明加分哦，谢谢分享。